腰线，特别适合有小腹粗腰的女生。高腰线剪裁的裙裤款都是决定黄金长腿的关键。高腰线的好处是把下半身的线条比例拉长及延伸，能让双腿看起来非常修长。记得在摆搭时尽量让腰线保持在胸下及肚脐以上位置，更能确保穿出2:3的均匀身材比例。低腰线是指胯骨皱的横切线，短裙内最适合个子在1.6米左右的女生，显青春活力。低腰线的裙子对体型要求比较高，偏瘦，而且腿长身短较适合这款。如果身长腿短，或是上衣的落脚处在低腰线以下，上下色宽反差太大，形成一道横切线会显矮。低腰裙的优点是平坦腹部，适合有胃部突出的女生。修饰上半身的线条，低腰连衣裙一般裙摆较短，这也是为了弥补这种裙腰长设计的缺憾，但绝对不适合腿短的女生穿着。